这么防备我，夜莺小姐真是为称职的副官对局长非常忠心呢。局长居然真的认为。 催眠别人是一项罪行吗？那您与禁闭者之间？ 因枷锁而导致的精神连接，不也是一项罪行吗？所谓的擅自催眠和擅自连接别人的精神世界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都一样，在未经对方许可的情况下，入侵别人的潜意识，激发他们的痛苦。 那审查呢？审查不就是局长在主动刺激禁闭者，强迫他们回忆那些不愿言说的过去吗？所以，局长阁下并没有否认，审查就是在逼迫禁闭者面对会令他们痛苦的真相。 即便你知道这些真相会伤害到他们，即便你知道很多禁闭者其实不是恶人，<笑>那你所看见的那些梦境又是什么？他们真的没有因为你的审问而受到伤害吗？局长肯定比我更加清楚，审查室。 请便。哎呀，哪个不长眼睛的？啊，是局长啊！你一路念叨着什么？接下来该怎么对付卡米利安呢？也不看路，不会是审查审傻了吧？说吧，这次训狗成果怎么样？ 他有没有哭着求你？你别再说了，我都告诉你。局长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烦心事，不小心撞到人也是有的，你就别怪局长了。而且说训狗什么的，也太过分了。
哦，那换个词，是奴隶。哎，真的没有吗？有。我认为局长所做的事情符合奴隶主对奴隶的定义，管束我们，限制我们的自由，命令我们战斗，甚至还连接我们的精神，让我们坦白自己的过去。这听上去比奴隶主更过分啊！亏你能面不改色地说出来。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。这么说吧，你是不是觉得禁闭者都应该感谢你？死在我回忆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你。醒得比我预料的更晚一些。哎呀呀，别这么生气，我只是想试试你对审查，对精神连接究竟有多自信。如果你真的那么坚定，又怎么会被我催眠呢？其实除了窥探别人的痛苦，我们之间的罪行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利用别人的信任。你在审查中与禁闭者建立信任，套取信息，而催眠也需要获得患者的信任。这不重要，绝对的怀疑又未尝不是一种信任呢。
那局长就不害怕我吗？被催眠过一次的人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话别说太早了，局长，催眠可是非常实用的心理治疗手段，特别是当您想要忘记或想要记起什么的时候。这谁能知道呢？如果你真的忘记了什么，欢迎来找我咨询。局长好像不愿意再理我了，是恼羞成怒了吗？放轻松，我们是一样的，都曾身怀痛苦，也为人们带去痛苦。然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痛苦不见得是一件坏事。